我们不先进行那一块了，这个项目。它这个进驻面积，它这方面其实不是多少。这个比例，我不知道，我去带他们，他现在休息。我们那个是37，我们这个绿化有。建设的面积是37，绿化面积60。你有哪个小区啊？江小区。招商。招商在哪？招商花园。就是秦山。秦山那边的，往秦山那边。挨着在这里附近的是这个玉兰湖亭的，这个小区啊，挨着你不想要啊，可以介绍给别人卖卖的给你。要卖的掉，因为现在增长了一点，最好的整一个房价增长。买的那时候多少钱？应该是他买的时候6000多。我的6000多一平。那，当然现在卖7000-8000。